好，那我们刚刚下载了这个 Google 相簿啊。好，如果挑选多张，然后才去下载的话，它是压缩档嘛，打包成压缩档下载下来。那要解压缩，好，才看得到照片嘛，哈。好，那我们下载解压缩好了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云端相簿，这是 Google 云端，它是账号密码登录的哈，所以你要离开。好，要离开的话，在右上角登出。好，然后会账号会在这边嘛。好，你就可以把它移除啊。哎，我这变英文的。好，这个是移除账号，然后按这个减，把它去掉。好，就不要留在这边的啦哈。这个，哎 ，yes， 厉害，就取消有没有？账号就不在这边了。好，你就比较安心。好，来先登出，然后移除账户。